什么？赶快跑！赶快跑！赶快跑！赶快跑 ！What happened？ 我不没事。还有几分啊？哎、欸，九点半了哎、欸。好快啊！我、哦、玩不到杀手了。可以啊，等下可以。可以啊，待会这场结束了。玩到十一点。直接玩到十一点。可以可以，半小时玩一下，半小时玩。哎、欸，你突破天际啊！太危险了。门是打开的呢。突破天际了。怎么那么开心啊？太开心了吧！不要躲了，那个，对，你那个死掉也太淡定了吧？你在装，你在装，你在装，你卡到我！哎呀，哎、欸，怎么另一个人没有打、啊？你在装，碰不到任何人呢、欸？提醒我吗，杰克？我来了，你来了，来来，杰克，你应该没有，这里应该没有了，怎么突然变这个啊？哎、欸、，Rock and Roll！ 哇，加油加油，繁星加油！这个是，等一下，杰克你这样不优了，杰克啊，杰克怎么了？杰克怎么了？因为刚刚躲在一起，哇，他卖人了是不是？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怎么打了我，然后没有打第一个？安内母汤哦，对，安内母汤哦，哦，所以上面两个被解决掉了、哦，对，好，剩这个了。觉得紧张，大家团队不怕不怕不怕，爱怕怕，团是什么呢？我怕怕的，快出来啊！我其实躲在一个也算蛮明显的位置、啊、是蛮好找的，是很明显的、啊，蛮明显的，对啊，嗯，这个位置是算蛮好找的，自然系，吓我一跳，你打开有人，这里是自然系耶，你慢用啊，我要出去，你不要让我不。在抓我是不是哈？神奇剂，不去啊！喵，他把我关在里面啊！没有吧？我们那门没锁、啊。你怎么了？我没有发现这是一个水壶哎、欸！有人在玩水壶了。嗯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所以是这个东西哦。哪个、啊？这个吗？你可以按空白键，然后转换成自由模式，到处飞翔模式，哦、然后 就可以到处看。对，我变成空白模式，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东西啊。对啊，跳一下啊！哇！跳一下啊！哦，看到了，这是哪一个啊？再跳一下！哦，可以再跳一下吗？不要不要！再跳一下，再跳一下，再跳一下，跳一下，再跳一下，可以跳，可以跳！哇哇！我只是看到 ID， 我原本看的好像不是。可恶！我以为平底锅。啊，是哦。我是那个锅子，没反应。是锅子，我是锅子。哦。嗯。第九 round 了，和平刚也其实有盯了好几秒，然后跑掉了。对啊，没盯到，我刚还以为是桌上的东西，没有看到吧？嗯，嘿，我找到你耶，巧克力，找到了，在哪里？找到了，是不是？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明显。我想说，我想说书旁边为什么有一罐酒？没有啊，就是边读书边喝饮料嘛，很有闲情逸致的感觉。对啊，你是太白痴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嗯。干嘛啦？我想说他会飘，在哪里呢？好厉害哦！哇哟，繁星！啊，不是这个，繁星好猛啊！可恶，想看我面对哪里啊？没有，你就面对那个而已，正的正的，
嗯，可恶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你跟繁星差不多了，真假的？你看他就是看自己啊。哇，我们这个团队很厉害哦。你有什么遗言要说啊？打我！哇哇，有没有吃饭的？打我！哎，用力点！怎么变这样啊？等一下。不是啊，不是你变这个啊？你为什么要变那个？我刚刚一滴血、啊，我一定要变那个啊！他找到你才变的，对吧、啊？真喵啊他啦！哇塞，黄色哎、欸！喵他呀？哪里呀、啊？喵他超强，喵他很厉害、啊，真的。喵哈哈。啊、就是钢铁般的身躯了吗？这里呀、啊，怎么那么会找变色龙呢？不要用钢铁般哦！哎、欸，演员看不出来。对啊，宝木色演员看不出来，演员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演员看不出来，演员看不出来，怎么回事？演员怎么了？对啊，是找龙在呛他哦。你谁来找茬？啊！我不管太强了，太强了，不管了。哦，居然没有！哦、哇，可恶！嘿，嘿，真的会选择性忽略。对啊，他们，嗯，好猛啊、喔！配色真的太精了。对，不是这个，感觉在二楼啊！我死了。你怎么死了 ？No， 死了一个，又一个，嗯，会不会被找到呢？好猛哦！看到我脚从天花板穿下来，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视角。哇哇，要死了，杰克！那就已经在二楼的某个地方啊！哎哎、欸，啊，你死了！擦枪走火，不想说只是我换个枪，然后擦枪走火。我在一楼啊，他在一楼，他在一楼，一楼，嗯，他在一楼，一楼，一楼，保护色，保护色。啊，讲出来你们应该会真的也会气死。对，你们应该气死。他还是个孩子。对，穿内裤哦，哎呦，开什么婴儿啊？你那个不是孩子好吧？你就是半人，他哇，他是伺服器管理员呐、啊，那是半人，唱书，他在那里管理生了、欸，可以出去玩那个，那换杀手喽，耶，杀了，哇，然后最后一点，耶。那刚好就那一格，然后就在那里，然后就保护，就只有那格可以跳。对，这刚是什么东西啊？婴儿啊，婴儿，它在那个主机中间啊，然后线的那个跟背景的颜色跟婴儿不太像，保护就泽平一开始变很大的那个的架子上。太会了，从小就要当伺服器管理员，原来是剧院的。我随便乱按一张地图啊！好，等你开好。哇，9:40，好快啊！对吧？加班喽！加班喽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可以加班。有肉进来了。好。不，抽逛地图啊！可恶！可恶什么？打手。好啦，喵他出来喽！哈？喵他出来吧。只有我跟你哦。应该吧。噔噔噔噔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六三四五六个。啊！掉。啊！还有还有还有。啊！阿猫。巧克力进来了吗？还没当肉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先啊，确定啊，我靠，这张哦，你这样，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东西还要去按它变它，我也，
这张完全都是谁？奇洛你好，哎、欸，小龟龟，你才奇洛嘞，你是谁？你看小龟龟，你也是奇洛啊，我啊，小龟龟，哎、欸，要怎么拿绿色的东西啊？按一啊，一啊，有小龟龟，我按一了不理我，但是龟龟是我刚拿过，我拿新龟龟，哎。有新龟龟哦，来，我们来乌龟打架，看谁先掉。刚才我帮你戴帽子，就很适合你。探哥是谁啊？探哥是谁？啊，帽子不见了，飞走了。大家看，我捡到一个帽子。乌龟对决，打架，乌龟打架。有吗？有成功了吗？有，刚刚有成功。我用我的乌龟打杰克的乌龟。你在讲什么？龟？你在讲什么？停住，停住，好吗？乌龟啊，可爱哦。乌龟，乌龟翘，还没进去啊！等你们都进来。对啊，还没开始。然后团团要杀我了。没有，我在戴帽子、喔。团团是粉红色狸猫、喔。我在戴帽子，看我的乌龟脏了，我换一只。会脏了。乌龟脏了，治好了。够太多吗？谁呀？我不知道。你眼睛很分开哎、欸，走开啊！我帮你戴帽子，我帮你戴帽子。哎哎，戴上去了！帮我把乌龟用上去，干嘛推我？哎、欸，这帽子好能戴哦！啊，你别在戴帽子，所以有不只有个乌龟商店哦。有啊。哦，我跑去找别的乌龟。地图载好久、哦，真假？对啊，载超久。你帮我截张图。你们在干嘛啦？我他妈杰克戴帽子。哎、欸，乌龟倒了啦！啊，漏掉了！帮你带了，帮你带了。嗯，我把乌龟先放过来。好了，带了，带了，带了。先放过来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哎、欸，哎呀，又掉下来了。你放，你放。就感，我总感觉像之前要放脚踏车啊。哎呦。Go G， 我会这么安静啊？还在等那个、啊，还在等喽。这在地图三角洲是谁？你走开！了呀！你谁？你走开！三角洲是谁？我觉得你的死鱼眼很恐怖。原来我是死鱼眼啊！对。哎、欸，小雨进来了。就小雨先进来，嗯，我还在跑地图。这边啊，这边那个好慢、哦、车子你跳得上去吗？你跳得上去吗？我跳得上那一格，可是我跳不上去。啊！来，因为我都那个破图哎、欸。居然吗？那不然换一张图，换一张图。可以啊，我快载完的时候，没办法，有人破图啊，有人破图。因为我相信你进来也会破图，因为你跟我一样都载那么久。谁是杀手？合理的怀疑。我要讲谁是杀手吗？谁？哦，林马哎。换船，吃不到我。木瓜直接跳掉。团团有没有很准？很准啊！哎呀，好吧，那不然就这张应该就可以吧？上次我记得我们上次玩这一张，第一个就先杀哲平。干嘛啦？我只是想说他要关了，我就先射你，看看你的。有没有可以加了吗？可以了。嗯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，这一张应该就不会破图了吧？吧吧吧吧，要去找那个 CSS， 那自己花时间去弄一下，很快。吧吧吧吧吧，要先等大家都进来哦。对啊，所以等大家都进来，没有他再出来吧。又我，因为只剩我们两个啊，你一定是杀手啊！哦，意大利想象。有哈。你在那裡为什么载图都载这么久啊？对啊，这个是我们上次玩的那一张哎、欸。对啊，应该换我换电脑了。哦、oh, ，对啊，想说，对，就是那个会被脚踏车，哎、欸，那是脚踏车吗？有个地方会卡住了，嗯、就有那个市集很棒的那一张。对，就是棒，就是哪一个是哈基那一个？回来啦。
哇哇！真的了，你们看我的屁子。有有有变三十了，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喽。对啊。啊！突然我在那个很棒的世界。好好好好好。嗯嗯嗯，终于回来了。真的。那你要加班到十二点了。我跟他们说我十点再开。脚踏车在哪里啊？嗯，附近吧。在哪里？在附近。嗯，是哪一个？啊，我是这是什么颜色啊？你是拿枪的还是拿篮子的？他是拿篮子的。好，你好，直走右转。直走。回头回头，你刚没右转，回头回头，回头右转左转右转左转后往后转，这里对，那左右走再左转就有脚踏车了，这里啦，哎，前面有，前面有啊，哎，去哪里？前面要去哪里？这里有有，嗯，我要玩那个叠叠乐，要叠在别人头上吗？对啊。都到了吗？还没到、哦，还没，还没。他在载。他推你的头，不要到。好。你们玩好了，厉害了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在玩脚踏车啦。误会了，误会了。哎、欸，有嘞，还有脚别的脚踏车吗？你可以拿别的物品。知道，左转。知道，左转。左转。到，到了。哦，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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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掉下来了。啊！你不要顶好啊！顶好啊！顶好！顶好！顶好 ！Welcome！ 哈哈哈哈哈！北齐！哎，那地上那可以捡那些东西，你干嘛？哪一个？好像可以换，可以拿到，可以拿到枪。啊，杀手的话是可以换衣服。哦。嗯。再叠一次。我叠几摆？好了没啊？还没，还没没。他是要怎么丢啊？忘记了。就先按着，让我们进去跟着等。好啊。哦，好啊，那我就那我们要天台打。阿口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呦，哎，完了你完了，你瞄枪就好，你瞄枪就好，他不能干，你瞄枪就好。哎呦，中了。膀胱，膀胱者，膀胱，膀胱者，膀胱。左倾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探哥，探哥不是我。绿色探哥，你在做什么？喂，哎、欸，太快了！啊啊！发什么事啊？啊啊！不是说好在里面等吗？哦哦，对啊、哦，对不起。哇哇哇！奇洛塞是小五吗？刚刚有个退货退好快。那你应该是有强人去把哲平杀掉吧？大破图啊！哎、欸，应该全部都到了，啊、对不对？真的假的？